成见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，狂亲十一次，结局火辣面包之吻羞爆。30岁佐藤健在爱情剧《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》中演出傲娇的天堂医生，该剧17日晚播出大结局。佐藤健跟上白石萌音饰演的七濑上演甜蜜破表的面包之吻，佐藤健还宠溺地帮萌音吹头发，1小时剧情超过5次以上接吻剧情，两人在整出戏从治愈之吻、冰淇淋之吻、掐腰吻，再到完结节篇的面包之吻，总共吻了11次，频频解锁新的吻戏姿势，撒糖撒好撒满，让粉丝直呼满足。完结篇中，七濑在天堂医生鼓励下选择出国留学，小两口虽分隔两地，但最终克服远距离。天堂医生还在机场上演浪漫求婚，甜蜜走入结婚殿堂。此外，两人在完结篇中狂吻，上白石萌音在做饭时，佐藤健猝不及防的背后环抱，然后亲他。佐仓吃面包的时候，天堂医生也亲他。两个人玩堆积木的时候还在亲，网友直说佐藤健太会了。天堂医生佐藤健两人先前播出集数中上演床戏刺激收视，佐藤健用温柔眼神直视七濑上白石萌音，以低沉嗓音放话：你知道我忍得多辛苦吗？随即霸气扑倒女方，双方在床上上演热烈激吻，让不少戏迷边看边暴动大喊：怎么可以这么性感？没想到两人好事却被香里奈饰演的刘子打断。甜滋滋的完结篇也让该剧冲上日本推特话题排行榜冠亚军，推文合计飙破32万则，超越大叔的爱的记录。该剧收视率也达到15.4%，刷新自身最高收视率。白石萌音、佐藤健为宣传完结篇一早就上工，佐藤健更在受访时爆料，就连自家妈妈也被萌音的可爱魅力收服。我妈还特地传 LINE 给我，要我跟萌音说她演的七濑很可爱。萌音听到立刻笑开怀，嘴甜回：感谢妈妈。这段互动也被大批戏迷打趣：佐藤妈妈怎么那么可爱？没想到连妈妈都认同了，怎么像在看未来媳妇一样。该剧在Friday 影音全剧上架。此外，原本 KKTV 从即日起至20日止为期3天全剧限时免费看，并在粉丝团举办加码活动，没想到短短1小时留言数就冲破99则，因此马上宣布加码延长2天，即日起至22:03为止开放全剧免费看，要让粉丝好好回味砂糖 CP 数不完的心动时刻，推坑身边好友一起掉入心动天。